你是我的钥匙吗？为什么不用拍的？对呀、啊，让我回去，我可以看依依的影片。嗯，再吃两口就吃完了。嗯，爸，那你还要再？嗯，这个汉堡只可以吃五口而已。嗯。不够啊，这样子。嗯，你在吃鸡块哦？那你有沾那个番茄酱吗？我也喜欢沾，来干杯！锵锵锵锵锵锵锵！你的薯条呢？好，我跟你的鸡腿锵锵锵，干杯！锵。吃的。嗯。嗯。骨头给小狗吃，还有大狗的吃。对门口一间新的烧肉冻食堂。